到一个陌生的自然环境，然后待上个几天，是我的第二种生活模式。收集那些稀奇古怪的道具，慢慢勾勒出心底憧憬的样子，那是属于我的风格。分工合作，各司其职，透过密集的交流，贴近彼此，拉近距离。去冒险，去探索，去记录这片土地，去发现它带来的惊喜。贯彻我用影片记录生活的理念，大地如渴。